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US 网络基金会频道。2023年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，我们 US 网络基金会呀、给大家带来了总价值为1500 US 的新年礼包大放送活动。那么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调查问卷，就可以获得独家新年的 NFT 礼品。在这里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的活动规则。本次兔年填问卷赢 NFT 活动共分为两个时间段，那么也就是说是两份礼品。第一份礼品的参与时间是2023年的1月13日到1月20日，参与的方式是关注 US 网络基金会的官方推特，并且填写第一份问卷，那么您就能收到第一份的 NFT 新年礼品。那么第二份礼品的参与时间是1月20日到2月5日，那么操作同样也是关注官方推特，并且填写第二份问卷。那么在正式的活动开始之前，我们可以先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 US 账号。这里的话将以 Anchor 钱包作为案例，第一步点击创建钱包，第二步选择 US 网络，第三步的话点击支付。这里的话可以使用银行卡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支付，支付完成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自己的 US 账号啦。这里请大家注意的是，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私钥。成功注册完 US 账号的用户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将您的账号导入到钱包当中。这里的话也是以 Anchor 钱包作为案例，第一步是点击导入现有账号，第二步点击导入您的私钥，在这里的话填写您的一个私钥，最后点击右下角的导入账号，那么就代表的是导入成功啦。那截止目前为止啊，一切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那我们下面可以正式填写我们的问卷啦。下面我将以第一个问卷为例，为大家详细的介绍本次活动的参与方式。那么第一步，大家点击问卷的链接入口下拉页面，并且点击连接钱包。那么第二步的话，选择 Anchor 钱包。第三步的话，核对一下是不是您的账号。那么如果账号无误的话，可以直接点击授权。那么授权完毕的话，就是等于连接成功。那么授权完之后的话，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问卷入口，然后在这里依次的填写您的一个问卷。可以看到的是，这里一共包含7个问题，都是比较简单的。填写完成之后，就点击这边的提交。那么大家在提交完问卷之后，怎么去查看您的 NFT 奖品呢？这里的话，大家需要首先打开 Atomic Hub 网站，通过 Anchor 钱包来登录到您的 US 账号，并且将 NFT 发送到 Unpacked Dreams 账户，那么之后就可以在自己的库存当中来解锁新年礼物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最后 US 网络基金会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新气象，好事兔来报，拜拜。